我是大方营造的头家娘，叫林素婉，甲盛发集团的头家娘孙丽红哦，是好闺蜜啦。敢会当麻烦你，家己最近买的衫哦，拢摕出来给我参考一下哈。啊，不过拢无你的 size 哎，这唔免你烦恼啦。这就是丽红最近订的衫呀。是啊。这件衫跟我伫个菜市啊看到嘛，差不多差不多啊，该18万。小姐，你这介绍是不是写唔对啊？无唔对，啊是我提较俗的给你。相公，我买爱较俗的哈，哎，恁唔通看我无点呢？这衫拢包起来。好，董事长夫人，这是你今仔日的消费金额。啊，我买这么侪呢，恁敢有拍折哈？歹势啦，阮从来无咧拍折。啊，无拍折，无嘛应该送什么礼品还是赠品啊？啊，稍等一下哦。这是我的赠品啦，就这哦。无你嘛寄给我个，啊，搁有头拄啊，我迄食袂完的饼啊、点心，嘛是那替我打包哈。好。夫人，我今日心情无好，你就专门服务我一个人就好。是，夫人，你的朋友大方营造的当娘拄啊才走的。林素文，伊阁要求买买甲你进前同款的衫。今日开这么侪钱买衫，我看来坐公车好啊，安尼嘛较省的，顺便留一寡汗吼，安尼哦，当作是减肥。无钱，互你配一个司机就准拄煞，竟然连几百块车钱都唔敢付你哦！敢是恁阿的公司你要倒去啊，所以无法度付车钱啊！你莫后白讲啊！啊，即马塞车时间啊，坐什么嘛同款，我就是想要坐公车袂用。我听讲你甲我买同款的衫，你真正是袂死心呢。啊，不过遐的衫你也穿袂落，你要一大堆要创啥？那是我的问题，免你烦恼。林素啊，你敢知影我甲你上大差别伫咧倒？唔，那是因为我家世背景好，更加是因为，不管你偌有钱，
拢无法度改变你善食人的本性。哎，你倒会较客气的哦。我若不是手有提物件哦，我这你来哪？想要动手？我搁听讲你唔拿提过来份赠品，而且无食完的点心拢打包呢。你该想看卖，你是不是有够放松？那是因为那间店的衫贵三三，我若是无加提一寡物件，我会吃亏啊。我警告你，以后不准买跟我同款的衫。我回去要把遐所有衫拢弹掉，卡要予人误会。我会跟讲跟你同款卖。出来吼，你给我倒来哦。你拄才开车，差一点把我弄到，你一句死的拢无呢。今麦搁讲一堆话给我糟蹋，你真是人够够呢。我讲的拢是实话啊，那是糟蹋。而且你莫忘记了，是谁替你摕到你想要订的名牌包，还佫一枚挂号，佫敢伫我面头前大细声，谁呐？莫砸我咯！出来吼！若毋是因为阮幺母，佮你也是隔壁兄弟，我无可能哩哩佮你吞论啦！你莫真正掠准讲你是甚物口口在上女王呢？本幺母算甚物兄弟？阮信公对伊遮尔好，毋然予伊阮集团20%的股份，佫伊真侪标案。结果嘞，伊煞手招阮圣巴集团总部预定地，崩窑母，伊真正是无阮母的少林。你是要白讲啥？窑母以后我就做着大兄的，伊哪有可能做这款代志哈？原来你的翁婿伫个外口做啥，你拢唔知哦。林叔啊，你真有够悲哀。就算讲窑母真正安尼做，嘛一定是有伊的理由啦。你也无想看卖啊？恁圣巴会当有今日，是啥物人的功劳哈？是甚物人咧替你劳血劳汗？恁这个人，敢若遐坐伫个办公室内底吹冷气啦！啊，毋过是阮幺母伫个头前，在你拼死拼活呢。恁阿母一个工头，一个卖凉水的，若毋是靠我甲信用，你敢有办法做甚物大事？你大事你何人？无你廖准讲你话清高哈，所有人拢知影，恁甲恁查某囝的学历是用钱读出来的啦。佮廖准甲你话了不起，真是笑破人的嘴。是嘞啦，我唔是挑工的，我来替你叫哦。哎哎，你创啥？谁叫你买了我孙的号？哎哎，你卖给我打来菜刀都死你嘞！哎，是嘞啦。你卖给我打来菜刀，我让你清官了，是嘞吼。哎，谁叫你？你叫我来赶快嘞，安怎？你骗我！我提赠品哦，提遮济哦，啊！好啊，你啊，你即届就是超工的。啊！啊，为啥？啊！啊！为着要捡啥，连家己的命拢卖。江佩阳，你现在又搞我这条条，你这群众啊！你是有被害妄想症哦，有病就去看医生，莫一讲到啊，咱咪疑神疑鬼，感觉别人拢在群众里要害你哦。无你讲啊，想怎过去生活，过了这么平静，怎么在里拄到你这个贼啦？你若不是真心的，无是啥？赶快讲清楚哦！干嘛？孙磊吼，我看你真正是惊唔知咯。拄只你伫遮，甲别人的衫乌白乱搭，害人差一点要被车弄掉时阵，我全部拢翕落来哦。你即摆安怎？想要对我动手是毋？好啊，来啊！你对我动手，我就报警，甲拄只卫兵拢传互警察局，也是上传去你圣发集团的官网，让大家看好清楚你的真面目。你搞我头晕！搞我删掉！你搞我删掉！删掉！妈逼！江佩瑶，真正我敲电话，你敢会记哩？
你人有要紧无？我看你的手拢破皮啊，敢要替你叫救护车？唔免啊，上重要的哦，是这下衫拢捡倒转来。到底是衫重要，还是人较重要啊？你这有一个人受害，我真正受无诶。我先替你消毒啦，较要你的空气哦，去感染着。你唔免伫遐加好洗啦，我知影你的心肝内哦，妈一定咧甲我笑，笑我刚刚捡这下衫，连家己的性命拢无爱顾。像阮这种出身低的人，永远都无可能甲孙艺芳同款的啦。我无安尼想，我是要甲你提醒，孙艺芳唔是好人。你之前替伊担罪哦，伊一外头都甲你卖掉啊。还过拄只，你差一点要被车撞到时阵，伊嘛就够有年纪嘞。迄个处处一直想要甲伊比，迄个到底有啥物意义啊？最后伊也唔是互伊利用完，就甲你一脚踏开啊。你唔捌啦，我若是互伊利用。想无我伫个贵妇圈还佫一个朋友呢，伊即马拢无爱睬我，我着啥物拢无啊！你的官僚实在有够奇怪，煞煞去，为着迄嘛是你家己的选择，佮我无关系。这哦，我着留伫遮，啊要用唔用随在你啦。你小小姑姑哦，爱我还你一个公道，应该是你爱还我一个公道。你敢就是闺蜜情，要算感情佫较好。真是让人威胁，讲等就等，讲秘密就秘密。你早就变作一个罪犯，是我让你妈这条命留到今嘛？你跪在我面头是感觉我拢无够，你竟然搁敢对我大声些？妈，你的心中是还是跟这些不讲理话来？别胡讲啊！你那是你的梦想，别胡讲啊！这个秘密你藏这么多年，你真苦啊！阿文啊！即马足着急要卖地，即马敢有买主啊？一个叫李勇的，李勇，这个人的信用甲品行拢真差，以前咬不进拖这个人，即马该接受，一定是走投无路。为着利益，甲家己的某放在外口卖肉。老母，卖甲这个人合作。阿元啊，我真正要收你。你即马是安怎啊？我即马就去甲董事长讲清楚。你是清白，你绝对无反白公司。我无需要你的手下。你一个背骨，你做你个介绍？谢老代表这件代志，不要关系到阮大姐的名声。那是我辛苦调查研究，今摆予我献功，我是靠内线通风报信，我嘛吞袂落啦。这是我小家集团的代志，你无资格管。我一定来管。